玉香，你不要怕，我亮他也没那个胆子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是是是，有我们在，你怕什么？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啊，阿彪那个人心狠手辣，我怕到时候真的会找你们麻烦。嗯啊，那你保护他好了。不行啊，不能见死不救嘛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哪在哩？ 这样才像话嘛！别人是写不出情书，你是留着自己的情书当宝贝。实在是不知道，他一下接到这么多信，会不会吓一跳？吓一跳才管用啊！如果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看你准备买单喽。我要在报纸上留话给我那个青梅竹马的小马，虽然。 我人在军中，但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。每天晚上，寂寞就像小蚂蚁，悄悄地爬上我的心头，但是我却不敢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害羞嘛，笨蛋。哦，太可怜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我决定把我库存很久的信通通寄给你，希望你。 明白我的心，一个很想寄信，但是又不知道邮局在哪里的男生刘。对了，你可以在报上留言给他嘛。哎，上故事，传出去够。哈哈哈哈哈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呀，暗爽假装生气啊！孩子，天堂近了。 上帝会保佑你。Amen。哎，你们别闹了嘛，快帮博生扎起来嘛！啊，帮博生扎起来，那他也交女朋友干什么？<笑>你扯到哪里去了？我是说找绳子帮博生的帮我扎起来。哦，找绳子啊，那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叫谁去做呢？当然是。 这种事情都要交给大哥去做。哎哎哎哎，杨先生，你那条小小的绳子你就找不到，你当什么大哥？就是啊！啊，好，我看找到绳子以后，先帮我扎起来嘛，我叫这个哪门子大哥？哎，其实啊，还真的谢谢各位兄弟的关心，要不是你们，我真的没有勇气把它寄出去。哎，不是我们现在起哄了。 是因为班长刮你胡子，所以你才有这个勇气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班长刮他的胡子，是因为本仙人呐、帮他算过命，所以呢，他才有这个决心。哎，文先生，算命跟刮胡子有什么关系啊？算命跟刮胡子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算命跟雷有关系啊。算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雷个关系可大个啦。 今天呐、我无意中呢帮哈拉顺出来呢，他命中注定呢要娶一个灵气比他大的女人，关我屁事！我又没有结节，动人不关你的事啦。我是说，哈拉如果注定要娶一个老女人当老婆的话，哎，那亚军就不可能变成他的老婆，那么大哥您哈哈哈，不就变成乔玄立为保障名额了吗？啊，嗨。 嘻嘻看，不错。来来来，绳子来了。扎起来，你不是要扎起来吗？不用了。我看啊，这次要扎起来的是那个哈拉班长。啊？怎么又变成哈拉班长？
班长，你仿佛很苦恼啊！嘿，你国语进步了。不过班长不是仿佛很苦恼，是简直很痛苦。 军中的事情，不是大家去解决，只把它暂时放在一旁嘛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伟大的道理。不过，你是希望我把它公布出来呢，还是把它暂时放在一边呢？那你看你自己怎么决定呢？拜托好不好？是自己怎么决定？ 刚才才夸你国语进步，现在要讲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是要把国语练好，好不好？不过班长，那你心里确定怎么样啊？嗯，我决定把它暂时放在一边。但是我觉得，应该该给大家一起的解决。哎，你是不是想知道班长的秘密啊？啊？不过班长。 你要秘密啦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有什么秘密？这是你的最后一个老的事。谁说的啊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不要生气啊！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班长不是生气啊，他就是有点害怕。不过班长，你不用怕，你可以追求林雅娟啊。 他领级不是比你小吗？你这是干什么啊？恐龙让梨啊，历史泡到一半要让给班长啊？因为你欺负他嘛，还是你追求的他就不用那么可怜，缺一个老历史啦。小老板，我真是为你的孝心感动。不过班长，这不是孝心，是同情心。 不过我告诉你，班长是不需要别人同情的。我真的很高兴能够看到你善良的一面。哇，我是人民的那么善良啊！如果你两面都很善良的话，那我跟你说，你就要对感情负责任，不能把历史绕来绕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 你怎样？不是，明白。当然，雅君甲佩君都教好好滴，但你着安尼抢要甲人家咧加薄，安尼加加咧顾顾，敢会效果落咧呢？嘿，啥落袂效果落啊？啊，溥仪啊，甲溥。
捕鱼，啊，唔是同款。我爱怕醉咯。哎，捕鱼就是讲抓鱼，美人鱼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哎，捕鱼，哦，啊，那个水鱼啊，那个叉嘴鱼啊，那。哎呦，你够牛哦！你搁知影讲捕鱼甲捕鱼都无同款啊？一个是细鱼，一个是美人鱼哦。哎，无你电话到是饲美人鱼还是细鱼啊？嗯那你讲话，你嘛讲话，也差不多嘞。但是厝内面嘞，钱现现过年拢在管嘞，外面哪有什么物件通去饲细鱼啦？迄是家在讲哦，钱拢是我在管。那无你伫外口，若饲十个八个美人鱼哦，我拢唔知影嘞。啊，我当当讲话不对啊，你继续着你钓钓棍啊，你在讲啥？不，赖斯利夫斯利，你们俩不要为豆豆的事吵架了，这样子我都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豆豆的事是豆豆的事啊。我跟我老高谈的是家务事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家务事哈、哦，慢慢的再谈。我现在要跟王班长谈这个豆豆的事啊。副司令，豆豆他有什么事啊？王班长，这个豆豆这个户口啊，我已经替他办好了。真的、啊？哎，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户口虽然是迁进来啊，不过这个房租啦，还有这个伙食啦，吴某赶快叫修啦。这个是当然的喽。我要跟你谈哦，光明上学的事，我们到外面啊，边吃边谈，免得在这里啊，不要两三句话就跟太太吵架。嘿，你到底我还跟你吵哦，臭美！哼。好，你把这个给我们验收，等一下我来验收。是，班长。来，王班长，自己来讲，嘿嘿，这自己卤的，不要客气啊。谢谢。嗯啊，对，谢谢副司令了、啊。豆豆学校的事情都麻烦你。哦，学校没什么事啊，就是读这里过去那个那所小学了、啊。校长、老师我都很熟，交通又方便，现在就是等开学送豆豆去上学就是了。嗯，谢谢副司令啊。啊，我卖过谢，卖过谢，过谢了留下谢药，你来喝了。敬你。王班长，我今天呢、啊、找你到外面来啊，是有一件事情啊想告诉你、啊。什么事啊？月香啊，以前的男朋友啊，今天到理发部来找她。嚯、哦，对月香动粗呢，还要向月香要钱呢。哦，我跟哈班长两个人哦、啊，保护月香啊。哎，这个阿彪我们说，我跟哈班长两个人哦、啊，跟月香啊不清不白、啊。你说这个要不要命啊？这个，怎么会有这么嚣张的人啊？我也没有碰过这种人啊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、啊。这种人啊，你越理他，他就越嚣张；不理他呢，他就变不出什么把戏来了。话是这么说没有错的，不过哈班长他是现役军人呢，那你也知道，我家又有件火把不跌，万一这个事情哦，如果搞不好哦，我跟哈班长两个人哦，也头。副司令啊，您放心好了，我相信那个阿彪啊，他无凭无据啊。不敢对你怎么样的，希望是这样子的，不然哦，我这么大把年纪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万一呢，闹出什么花边新闻哦，你刚才阮这厝边隔壁哦，假笑就笑死哦，恐怕要对阮这两个查某囝哪样交代？哎，歹势，我讲话说无啉者，来，啉者。嗯，啊。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因为我没有开口说话呀、啊。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说话、啊？因为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啊。你又闯什么祸了？我没有闯祸，我是闯到祸水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人家月香又没得罪你。月香的事情你知道了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是副司令告诉我的。哎，那班上弟兄都知道了。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以为副司令什么广播站？是啊，副司令人是不错，可是月香她男朋友就难讲。到时候要是他乱说话的话，我看赖司令不把副司令枪毙才怪。不然啊，就是我要换地方当兵了，我要去明德管训班当班长了。哎，坐得正，行得正，你怕什么呢？这人心险恶，我是怕我自己太纯洁，到时候被人家陷害了都不知道。所以你更应该拿出军人的本色，
面对一切困难和危险，因为现在啊，像你这么纯洁的男人啊，已经不多了。说的也是，就算我不为我自己着想好，我也应该为副司令的清白着想。那就算我不为副司令的清白着想，我也应该为月香的工作着想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怕月香她男朋友再来找她了，如果她敢再来找麻烦的话，你刚好可以把问题解决掉。语君一席话，胜读万卷书啊！我可以安心睡觉了。万一他来的话，那我该怎么解决啊？你放心睡觉吧，在天亮之前啊，他是不会来的。你看你现在讲话的样子，我看你跟孙排长吃那顿饭不是吃饱的，而是气饱的，对不对？就算是气饱的，那也是我自找的，我活该嘛。好好，那你就告诉我他是怎么气你的。你知道了，他在电话里跟你说一些什么？没错，我是想跟孙安邦吃顿饭看个电影，可是我不想让人家把我当成拖油瓶，你知道吗？学姐，我相信我自己长得还可以，年纪也不大，那我就乖乖的等啊，总会有人请我吃顿饭看个电影吧。就算没有人肯花这个钱，那我就吃自助餐回家看录影带，总比让人家坐在那边别扭来得好啊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乔韵，你听我解释。需要你解释的人是唐中尉。我会去向他解释的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第一，我已经拿出我的绅士风度和唐中尉去吃饭，因为我原来邀请的人是你。第二，我完全没有让他难堪的意思，因为他知道我的想法，只是碰巧听到那通电话，那不是我的错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推卸责任了？我不是在推卸责任，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的真相。因为我不想莫名其妙的去背一个感情的倒影问题。那刚好，唐中尉也不需要你负什么责任。我会尽量想办法，让唐中尉不再介意这件事。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想逃避我，而拿唐中尉来当挡箭牌。我知道你意思。这件事，我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。我不是要你负责任，而是要你相信我的感情。我会相信你的感情，但是我开始怀疑你的人格了。哎，乔伊，仅供参考，如果说的不合您意呢，您也别介意。我不会介意的。不过我想请问，是不是有什么破解的方法？啊，
排长，你真的这么相信命理啊？人嘛，有的时候想不通，总会相信这个。啊，是是是是，这个破解之道嘛，要先从人的个性说起。排长，你请过来。你是先干什么？分析人的个性啊。排长，这个人岁成大字形，做人乐观，情感丰富，好管闲事，很有同情心。这个人仰卧，而且弯着双腿睡觉，个性拘谨小心，做事负责尽职。好，大家看这个，睡觉的时候啊，一脚直，一脚弯，这个生性乐观，有浪漫而随便的倾向，而且喜怒无常。这个人睡觉成工字形，生性敏感，是个完美主义者。这个人用手当枕头，个性积极奋斗，只要下定决心，不论碰到什么阻碍都能够冲破难关，尊重道德而且有耐心，基本上和排长你的个性很像。很好，你分析得非常专业而且非常清楚，请跟我来。问他什么问题吗？我的问题是，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娶到一个不喜欢做生意的太太？这个嘛，排长，你最近神色昏暗，两眼无光，显然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。没错，但是啊，我知道方法，是不是？这方法呢，眼前只有一个。哪一个？有道是相由心生，相由心改。报告排长，心最重要。太玄了，具体一点。把心放开，不要自我设限，不要拒绝你想要拒绝的人，不要抓紧你想要抓紧，自然就福至心里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我太放心不下，所以才会爱少爱少。李师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不好意思，打搅你午睡。哪里，排长的打搅是我的荣幸。排长，午安。午安。注意，现在我们复习举拳实战科目，由我班长负责教学，上课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完毕。武术的目的都是在于制服敌人，但是不一定要让对方受到伤害，因为战争它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和平。所以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有如柔道一样，不准伤害你的对方，但是要将他制服住。李世先，高明雄，有出列。过去打你多划不来啊，你为什么不过来让我打呢？哈哈哈，我就知道你这种孬种最
嘴巴比拳头厉害。换作我以前的脾气，你这种啰里吧嗦的人，我早就人命一条了。我告诉你说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想当年我也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俩干什么？光说不练。报告班长，我不敢打。报告班长，我也不敢打。高明兄，那正好啊，反正他也不敢打你啊。真的啊！你要走啊！起来，六六。高敏雄不战而屈，犯了兵家大忌。下一组，林伯森，江凡，走，出列。李伯森，打赢了这场，还等你会客。加油！李伯森，江凡，到。目标林伯森，开始。包班长。啊，去吧。谢谢班长。为什么你总是在最后关头才拿出勇气呢？你写那么多封信，为什么都不记呢？你害怕了？没有，我才不害怕呢。我是，有点害羞。你知道吗？你差点让我交了别的男朋友。你是说？我没有交男朋友，我只想知道，如果我交了男朋友，你会怎么想？所以才写那封信。对不起，我不晓得会让你这么伤心。你好好上课，放假的时候我会来看你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李伯森。有授课。谢班长。哇塞，太感人了，这种剧情简直连续剧才有的嘛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也交过女朋友了。哎，这个英雄那个没眼光。干什么，你们七个人都打不过一个，通过再一次。啊！严嵩，
超过了吗？没事，你就休息一下，那还没忘家猫也要摸完心啊。丰收总是要收一下的。说的也是啊，这个不说一下啊，有时候客人一多啊，剪刀放在什么地方还找不到。老板，那柜子底下刚收好的毛巾都放在那儿。哦。还有那个前天拿去洗手间剪过来的吗？哦，我知道。对，明天下午第二年第五年的阿兵哥有20几个要来领。嗯，好，这个事情啊，你知道就好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老板，谢谢你的照顾，我要辞职。啊，辞职？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辞职呢？我想了很久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他一定会找到我。如果我不走，一定会连累到你。那你一个人到哪里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反正我身边还有一点钱，暂时不会有困难的。哎，对的，你有钱是不会有困难的，可是我怕你有麻烦。哎，那个阿彪可得低调调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我躲起来，让他找不到我。哎，当你寡而必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他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找到你，他就有办法跟着你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我就有任命。人哦，什么都可以认的，就是不能认命，认命就不要活了嘛。月香，我看你哦，还是住在这里，至少哦，这里是国防部管的呢。啊，阿彪啊，如果敢对你有什么乱来哦，哎，我们这里的英勇国军哦，啊，大概在对哦，我帮一下欧家坤。不能让他那么嚣张了，应该怎样呢？这里大家都是海军陆战队呢。事情闹大了，我也没脸在这里工作。谁没脸在这里工作啊？老板，太太，月香哦，公公辞职了，我这个老力了。月香啊，你不是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呢？大概是我工作太累了。太累了。也不要说没脸在这里工作嘛。那大概是他工作学得不太好了。月香，是不是？老板，我。哎，月香，你也不要想太多了。我们这个理发部数十年来如一日，生意都差不多。哎，太太，月香千万不能让他走的。这一让他走那个姜太太作祟啊。好啊，那你把月香留下来啊。要是少赚一毛钱啊，我就从你零用钱里面扣。老板，你怎么不把我的事情告诉老板？哎呦，告诉他就惨了。我这个太太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个大嘴巴啊。这个事情如果你告诉他不要到晚点名了，全营区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。那我看我还是早点离开好了。对，那不行啊。你没听到他刚刚下的那道命令啊？你如果一走我这个零用钱一定就被他扣光了。哎，你就好好的在这里工作了啊，船到桥头自然直了，洗稿洗灯了，不必再做行子灯了哦，慢行慢走啊。你急着找我们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嗯，我会下紧急动员令，当然是大事喽。哦，云是林家七也没有达到营业目标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是，是你爸爸的事。爸爸？嗯，我怀疑他有法器。哎，爸的法器不就是你吗？你爸爸的法器怎么会是我嘞？结法为夫妻，爸的法器当然是你喽。嗯，你搞错了，这个法器啊，不是那个法器。这人家说嘛，中午约会的叫股妻，这个股票情人嘛，叫做股妻。像我这种黄脸婆啊，就叫做糟糠之妻，就是很糟糕的家妻啦。那法妻呢？理法那个妻。哈？你是说月香？是，不会吧？
月香在我们家工作这么久了，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呀。妈，我看啊，你是连续剧看太多了。什么连续剧看多了？我啊，是预防重于治疗。这人家说嘛，丈夫有外遇啊，当太太一定是最后一个知道。可是我就是不一样啊，我丈夫还没有外遇之前啊，我就是第一个知道。妈，这种事还能够未卜先知啊？当然咯，这个女人呢、啊、就有权利保护她自己的婚姻跟家庭呢、啊。哟，没想到妈也有这种现代女性的观念哦。唉，我什么都落后啊，就这点比人家强。可是妈，爸已经50几岁了耶。嗯，这一点你们就不懂了。这人家说嘛，30是风，40是浪，这50岁呢，正好在浪头上。你爸爸这个年纪啊，最会兴风作浪啊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妈，你就凭年纪你就定爸爸的罪，那以后男人到了49岁就直接跳60岁好了。哎，你们到底在帮谁啊？好好好，妈，我们当然是帮你喽。谁叫我们是你女儿，不是你儿子呢？妈，你要说个前因后果，我们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嘛。这个前因嘛，就是我听月香说啊，她已经没有脸待在这个理发部了，她想要辞职，可是你爸不让她辞职。至于这个后果，这个后果更不堪设想了啦。妈，后果一定不是你设想的那个样子啊。这件事情很简单啊，我去问爸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你怎么那么笨嘛，你爸爸怎么会跟你说实话的嘛？那我就去问月香好了。你更笨，月香是一定跟你说谎话的嘛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看这件事啊，我们只有采取啊迂回攻击策略，这也就是说呢，从阿兵哥的身上寻找蛛丝马迹，打听小道消息，来证明你爸爸的无辜啊。妈，你不是就要证明爸爸是有罪的吗？这个你就不懂了，天底下没有一个女人啊希望她男人是背叛她的。我当然希望说啊，这个打听来的结果是假的咯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假装很宽宏大量的无罪释放你们的爸爸。妈，那你相信爸就是了嘛，何必这样大费周章在原地绕圈子啊？这个你又不懂了，这女人想法真的是那么简单的话，她就不叫女人啦。妈，你这是女人中的女人，你现在才知道啊。女儿们，有有消息之后呢，马上就开始打听小道消息。消息我说我来搬就好了嘛。先生先生，这东西本来是我在搬的，你过来凑什么热闹啊？哎，我是计较大哥，大哥就是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肩上，这才叫大哥嘛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哎，军爱民，民敬军，这福利社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军民本是一家人嘛，是不是？谁跟你是一家人啊？啊，看，知道铁板了吧？哎，我看你们两个挺热心公益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哈，那后面有100箱空罐子，你们帮我拿出去好了。啊！哎，机长大哥，这个当大哥啊，就是要把所有的空罐子扛在自己的肩上才叫大哥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哦，这大哥啊，是一种精神象征，最重要的还是军爱民，民敬军，军民本是一家人嘛，是不是？啊？嗯，男人的话要是不可靠，就不要怪女人朝三暮四。啊，你会朝三暮四啊？当然不会啊，不过为了保护我自己啊，就得学理发部的月香，不交男朋友。哎，这朝三暮四和交男朋友这两件事情好像对我们都很不利啊。嗯，哎，佩君啊，这人是感情的动物，不过我觉得这个月香有点交往过正哦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所以听说啊，她最近交男朋友了。哦，我想啊，她的男朋友啊一定是全天下最懂得女人的男人，否则啊，像月香那样心如止水的女人怎么可能在心湖底生出爱的涟漪呢？嗯，说得好，有学问。如果你们知道她男朋友是谁的话，你们只要登门求教，那以后你们交女朋友的时候不就如探囊取物了吗？哎，不要看我，我不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啊。我知道，一定不是你。当然不是我啊。
佩君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有点事先走，好不好？拜拜。这样会不会太用力啊？李大小姐，李老板。啊，洗好这个头就来。谁？先坐。这个洗头这种小事情，我来就可以了啊。哎，你就帮金角大哥剪头发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。不要客气啦，我帮你洗头，你帮他剪头发，嗯。哎哎哎哎，同志同志。干什么？你这个头只有历史能帮你洗啊！啊，我帮你洗啊，一定洗得舒舒服服的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了。怎么样？舒不舒服？嗯嗯。哎，月香小姐，像你这么温柔漂亮，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你，对不对？我想改变一下发型呢，我看显得跟你男朋友一样哈，不知道哪一个男孩子可以那么幸运呢？哎，对了，你那男朋友是谁啊？你们没有润丝巾哦。哎，月香，还没润丝巾啊？这里没有润丝巾啊？我们店也没润丝巾啊。他那种头还需要润丝啊？浪费。你先不要讲话好不好？有意见待会再反应。干什么？乖一点。对嘛对嘛，不要急，等一下再说。哎，你们怎么那么无聊啊？不会啦，我们只是想啊。你们，哎哎哎，同志，头还没洗好，乖一点好不好？我不洗，我不洗了啊！我不洗了，可不可以？班长好，班长好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你个头发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的，干嘛呀？你们是十姐妹还是麻雀啊？